某日，令狐冲挑战东方不败，使尽全身解数也无法战胜，随后采用了人海战术，江湖再度刮起了一场腥风血雨。我也和你嘚瑟一嘚瑟，嘚瑟一嘚瑟。快眼泪都出来了。这个人已经开启震动模式。冲冲，你死了，你不能笑。要拍第二版人体蜈蚣。人体蜈蚣。冲冲，营养形象，你们啥词来着？是我吗？我一直是，你们猜错了。我不是东方不败，我是东方蜘蛛侠。无论是真，唯我不尊。大傻子，我天哪！不行了，这个太傻了，这个。蛮好玩的，我笑不行了。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不会跑，拦住他！哎呦！哎，拿炮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哎呀！阿拉丁，放手！为什么就和我过不去？不是因为你有灯吗？其实，它就是一瓶酱油。不可能，它是神灯。阿拉丁，你不信？你有本事你给他召唤出来！今天我就要试试他，召唤一下灯神出现。灯神。